新浪娱乐讯，11月8日是王源17岁的生日，他晒出几张自己的照片，发文17岁了，有很多话要说，感谢大家陪伴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虽然都是我的真心话，但是这些话一说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假，有点客套，我不太会说一些很厉害的话，只能在这里尽量承诺，新的一岁我会继续努力坚持我喜欢的音乐，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，我也会努力把握机会拍戏，希望有拿得出手的角色，也会好好学习充实自己。照片中王源坐在沙发上，面前是一个小鸡造型的蛋糕，上面插着17岁的生日蜡烛，王源双手合十许愿后把蛋糕切成多份，然后自己大口地吃起来，十分呆萌可爱。网友评论道，愿一切的快乐，一切的幸福，一切的温馨，一切的好运永远围绕在你身边，王源17岁生日快乐，永远做你的粉丝。每天值得回忆，因为遇见你，我学会珍惜。